主料，黄瓜一根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，油，盐。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，10分钟内。黄瓜一根，鸡蛋打散。锅下油，把鸡蛋用筷子打散炒熟。炒多再放油，油热后放黄瓜，再放炒好的鸡蛋碎。下盐和味道。装盘。烹饪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